哦，后脑勺，后脑勺，一颈部啊，交界的地方，痛啊，我看到一个大的观音菩萨啊，一开始看到一个观音菩萨，感觉在当界，很大一个东西啊，在当界，突然来了一个飞的一个，哇，一下子看过去，那观音菩萨太小了，从那背角看起来太小了，然后又来一个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观音菩萨小，然后那个，变那个变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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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一下子那个观音菩萨就小得很了啊！我说的观音菩萨真不是真的观音菩萨，而是一个造，一个雕像啊，雕塑雕像就在那边的，它大小不能变的然后变形金刚，能够变，非得呢远处的时候呢看着小，到近处的时候感觉非常巨大，原来。自从飞碟来了以后，当地的宁静呢就打破了原来这个飞碟是在这个地方准备要取走，附近的那个核电厂的核物质所以呢飞碟来了飞碟来了飞碟来了，看着这一带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但一般人看不见如果看宁静看的话，忙忙碌忙忙碌碌准备要取核电厂的核物质了是这么一个状况是这么一个状况，好，知道了，好，再见，再见。